饮料，然后坐着跟我聊天，不一定要听我唱歌啦，跟我聊天也可以。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讲什么，但是歌又很少。哎、欸，其实现在有下一点小雨，大家还好吗？你们会因为这样离开吗？哦、应该不会吧？有没有演唱会的那个话？好，大家都要收，算了。不会这样、哦。不然你等一下唱到一半，然后叫那个叫后面的人把手举起来。这个多了。好、哦。什么是告白歌？什么？你知道他喜欢的女生了、啊？他说我要我一首告白歌，可是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告白歌。不要，人家爸爸妈妈在这里。在你们后面哦，压力很大。好，既然说到爸爸妈妈，哎，好牵强。这硬要接这样，就是好。接下来唱的歌是。就是叫做时候到的，这个没有办法，没关系，那我。这首歌就是时候到了，然后要不要讲一下你的见解？我调一下音。时候到了，他，他其实是在。就是微微的解读是，不是吧？是你的，我等一下再讲我的。时候到了，就是我们人生有很多个阶段嘛，那总是会那个在每个告别每个阶段这样，然后那个告别的那个时间点就是时候到了这样，很多东西是必须要去放开哦，不管是跟家人，或是跟朋友，或是跟喜欢的人。就都会有那种阶段，然后就会有这四个字时候到了，其实蛮有创意的，他就不会说那个拜拜或什么，就是时候到了。我在讲什么？其实你讲了、我完全没有意料到你会讲这些，真的吗？是什么？你不是要我发表我的见解？也是啦，好，我们就对啊，就唱歌吧。好，那我陪你聊天。好啊。你可以在间奏的时候陪我聊天。太阳落了山的时候，下雨了，燕子在屋檐下住了一个我，电视里的新闻说英国有十几万头疯牛，梦见他们都在草地上吃草，都在草地上吃草。新闻说英国有十几万头疯牛，梦见他们都在草地上吃草，都在草地上吃草。时候雨停了，雨滴顺着树叶滑落地上，印第安人都从土里面长了出来，风一吹他们都跳起了舞，风一吹他们都
都跳起了舞。印第安人都从土里面长了出来，风吹他们都跳起了舞，风吹他们都跳起了舞。在街上晒太阳，不管明天刮不刮风，下不下雨，小燕子们都要从窝里飞出去。时候已经到了，不管明天刮不刮风，下不下雨，从窝里飞出去，时候已经到了，时候已经到了，时候已经到了。谢谢。其实很感人的这首歌，对啊，其实这首歌是要送给我妈妈，就是在我要去大学之前，因为她一直在那边，其实现在讲起来有点好笑，因为她一直在那边，就是一直不是啦，在我要去大学之前，她就一直千万个担心，然后可能有夜里偷偷的流泪之类的，然后就是想说这首歌送给，对，对啊。其实你妈已经来到了现场，欸，我知道啊，我知道啊，看一下，哦，没有这一段啊。我妈请特别来宾是吗？对，真的吗？现在倒数十秒钟，你转过头去就会看到你妈妈，要不要？我要继续演下去吗？其实不用倒数，你转过去就会看到你妈妈。我不是走感人路线的，对啊。好，大家下雨的，要不要？下雨，大家也都躲得很好嘛。好，那我就不用太担心。我也是，来，就这个。好，他说他淋雨，怎么办？谁淋雨？你的朋友，谁淋雨？他有来排队，刚刚。他来排队，他刚刚排在那个黑板前面。我不接受排队。好看缘分你，好好的，好，然后我调查一下，我记得不是调查，就是分析一下我自己的歌单，就是全部都是情歌嘛，然后除了刚刚那首是亲情，剩下全部都是爱情，对啊，大家懂我的暗示吗？哦，不是，就是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好，这首歌是，下一首歌是I can see the pines are dancing， 就是我可以看到松，我就看到松树在跳舞。其实我不是很了解它歌词的意思，就是很神奇的一首歌，可是我很喜欢。
越不了解的东西，就有它神秘的美。你们要接我的废话吗？我以为你会接。好，我们唱歌。好，对不起。我爱你，我也爱你。你要不要改成男友？也可以啦。你写下 Hello， 你写下 Hello， 你写下 The For a Midnight。等下我唱错歌词，再次，一、二、三。This is hello. This is a hand. This is a match for a midnight heart. This is the blade. This is the beauty. This is the star raining down from the sky.This is the light that shines, and I can see the pines are dancing. This is the living of another life. This is the holy abdomen. These are the arms you fell into. I am a fire, I must burn today. Yeah.This is the pounding for a midnight heart. This is the mountain. This is the lighting. This is the man pulling on his iron chain. This is the light that shines, and I can see the pines are dancing. This is theAnother life. This is the holy abdomen. These are the arms you fell into. I am a fire, and I must burn today.是，其实我没有看过这部电影，但是我就是在网上看到他的片段，他是亚当·桑德勒那个演员唱的，他在一部电影里面唱，那好像是很老的一部电影，就是他在飞机上，他女朋友是他女朋友吗？对，好啊，他女朋友和他女朋友的未婚夫要去度蜜月，然后在飞机上，然后呢，他就突然出现在。他在那个机长广播结束之后，
突然出现在飞机上，然后唱了这首歌给他女朋友听，然后他女朋友就决定不跟他未婚夫去度蜜月。对，这是一个很大多爱的歌，这首歌叫做 Grow Old With You。角度真的就是完全感受到他们的那个互动，这两个互动。你知道我的眼神一直避开他吗？我不想看到他的眼神，一直很刺眼的这样。我觉得这是一种小男孩的害羞，就是真的是这样吗？对啊，小时候不是就喜欢那女生，可是你反而会去闹她，就是你不好意思跟她讲，你可能会去打她，然后都是她闹我。这也是一种小女孩的害羞。怎么会这样呢？我到底做了多少不好的事？好，所以你们真的
好了，没什么吗？对啊，没什么。好吧，我比较喜欢她男朋友了，又壮又是警察。哇，原来这样你了解了，我懂，他才是第三者。是。好了，我们唱一点，还是情歌啊，唱一点。这首歌叫，这首歌叫《不再让你孤单》。为什么要哈？你的情歌好成熟啊。对，没办法，我从小就听这些歌。降低。让我轻轻地吻着你的脸，擦干你伤心的泪，让你知道在孤单的时候还有一个我陪着你。让我轻轻地对着你歌唱，像是吹在草原上的风，只想静静听你呼吸，紧紧拥抱你到天明。路遥远，我们一起走，我要飞翔在每个彩色的梦中都陪着你。地方来看你，要说许多的故事给你听。我最喜欢看你忽然说话的模样，都不像，尽管有天我们会变老，老的可能都模糊了眼睛，但是我要写出人间最